右边滑太远了，滑太久了，这边比较快一些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又太阳更大。然后之后又更不会拿出来。是的啊，而且我现在是在口袋。好啊。哎呦啊，不。糟了，它开始融化了。失血，失血，融化了，融化了。这是我跟在你后面。都可以，随便你。我就问你下走哪边？这一直下就到了。可是雪很多啊，很松啊。跳两下，有路吧？有路吧？哈哈。有啊有啊。为什么这里在狂飘？因为那个树上被吹下来的，它防风，雪一直掉。我也有一点。小馒头，
小馒头。要认真滑，不能这样拿棒棒。这里没有蒸馒头，只有雪堆。还有就是两侧翘起来，还蛮好滑的。对，翘上去要翘回来。翘上去的地方刚好你就可以转弯了。我抓紧要把棒棒丢地上。啊，棒棒。没弄好，都要把我外套脱破了。嗯。棒棒。怎么会变这么小呢？嗯，卡住，直着横着的差别吧。直着，一波刚好都走了。然后又出太阳了，我不想捡它，也是觉得没有那个了。不想把它收好先。嗯。这条路线我觉得是新路线。对。哎呀。然后就左跳右跳，左跳右跳。哎，是吗？你说这缆车不是刚刚那台吗？是啊，我是说滑下来的线是新路线，当然缆车是原来的缆车。啊